在1991年就指出了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，将在世界各地产生了第三波的自由民主的浪潮。全世界有30几个国家，都是由威权体制转化为自由民主体制。到了2013年，经过美国的自由之家的统计，全球有190多个国家，有90个国家是属于完全自由民主的国家，有55个是属于半自由民主的国家。可见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汇整一股不可抗拒的自由民主的洪流，促使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台湾人民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，也让这些珍贵的普世价值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同与支持。最后敬祝各位身体健康，新年万事如意，大会活动圆满成功，谢谢。台湾民主的命中形成台湾自由民主的发展的轨迹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自由日，我们大家应该要深深的去深思，圣盟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组织，是政府1965年因应国家政策的需要而创立。那么前人的辛酸与牺牲，还有历史的足迹，就是在今日历史转折之后呢，可以说已经很难再去想象当时的情况。当时在今天中华民国民主自由跟法治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真的要珍惜前人的牺牲、前人的奋斗，还有前人的努力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一方面在自由日庆祝的自由日的地方，更要珍惜别人，尤其是先进人，在为这个自由民主奋斗过程中所做的牺牲和努力。所以在这时候，我们有民主、有繁荣、有自由、有各项的中华民国的优点。那么在这时候，我们更要感佩过去人们的牺牲和奉献的，只能够永续的存在。生命道路是一个不断提升精神和自我转化超越的过程，也是一条由现实通向生命本质的道路。而轴心文明的价值就是在不断的追求和提升个人生命的本质，外在的法律与内在的道德一致，这种法治才是能够代表人类普遍理性与普世价值。唯有兼顾民主以法治的精神以及其超越性，才能够达到国家与社会的永续发展。以上报告请各位指教，谢谢。